连续给他介绍了三个女生，最后都不了了之，没有下文。女方说，他几乎不吭声的。说真的，我一开始看上他，我就看上他这个人，给我的感觉老实、成熟、稳重，而且身高这一方面，年龄啊，还有特别是生肖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一方面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的腼腆成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个结果我已经料到了，这是他本真的样子。假如他油嘴滑舌、甜言蜜语，那么早就不单身了。你要接受他这样的凡人、普通人，那么你就要接受他的平庸。所以，我希望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你看中的是他的淳朴、是他的善良，你就要接受他这一切，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浪漫。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小葵家，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小葵家里。因为啊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。现在家里呢，只剩下小葵和他母亲相依为命，两个姐姐早已出嫁，父亲呢，以前是老裁缝，前几年也去世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。看到他们母子俩，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份同情心理。说实话呢，在农村，这么大年纪还没有成家找老婆，一定是会被别人笑话的。所以，大家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包容。小葵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！你这拿的什么呢？牛肉啊！你看到我，你拿这个牛肉就想跑，你啥意思？你是不想给我吃吗？给你吃好了。哦，我看到了就给我吃，那我没看到呢。那你刚才想拿去干嘛？拿它放起来。放哪里去？放家里。这个是给你。不用。给妈妈的，来拿去。我忙着做饭。做饭，那进去吧。来。阿姨，你好。我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这个场景，阿姨，哎，你好，快去，待会儿你慢点。这个是你们刚好在做饭是吧？哎，等会儿你吃饭。哦，那个，待会儿吃饭。那个相亲不如偶遇喽。哎，相亲就不如偶遇。哎，那我们俩就在这里大吃一顿喽。待会儿吃饭喽。吃饭就慢了，你们没想到我们会来是吧？哎，那这头牛肉刚好就把它做了。哎，可以做。阿姨开始手忙脚乱了，他们准备给我们捣鼓一点什么吃的。来，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弄。我晚上有饭局。你让吃饭？有，我去吃酒。去吃酒啊？哎，你不吃酒你不嫌弃我去，到我吃饭啊？不嫌不嫌，到吃饭。我晚上有饭局，饭我就不吃了啊。您就做你们母子俩的啊。那我呢就跟小葵聊两句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啊，要告诉你们啊。你不用忙了啊。我来我叫了，我去到我吃饭。因为现在大过年的哈，这个饭都吃不赢是吧？所以我们就聊两句。对了，跟我汇报一下，我上次推了这三个女性给你，你聊的结果怎么样？聊结果，我不会那个主动吧，或者是那个我不会花言巧语。他们都嫌弃你了？嫌弃我老实吧，不会太说话吧。那你们聊的结果怎么样？那个佛山呢？他佛山那个聊的，我嫌那个说话不会甜言蜜语吧，也不会哄那个。缝那女的吧，我看一下你的聊天记录，好吧？他加了人家之后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小郭，今天几点下班呀？”然后对方回答他：“暂时还不知道，具体得看情况。”然后他就：“哦。”你别笑。到了那天晚上的6点，他又问了一句。吃饭了没有啊？隔了38分钟，吃了。
啊，这是第一天的聊天内容。然后到了第二天，还是人家小郭主动问你晚上好，是否相亲成功了呢？他回答人家小郭两个字，没有。然后小郭回答他，呵呵，在老家还是出去了呢？他说在老家。又问吃饭了没，对方回答嗯。最后一句话一个字，哦。你怎么每天问人家吃饭了没有，下班了没有，你能不能问点别的？你可以问一下他吃饱了没有吗？刺激。他所有的对话内容就是你吃饭了吗，你下班了吗，晚上加班了吗？不是，你对吃饭这么感兴趣吗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说这样的聊天内容怎么可能打动女生？我是女人，你也打动不了我，你天天问我吃饭了没有，你就是个吃货。哪怕穷点都没事，但你嘘寒问暖你都不会，那你找别人吧。这是人家最后一句话，他就没有回答别人了。算了，也不跟你纠结了，也知道你就是啊，只能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也是意料之中。来给你看看好消息，这位是83年的河源的，这两天我们上一趟广东，然后你从上到下打扮一番，好的，换身衣服。你天天穿这个感觉你家好像没衣服似的。嗯，又忘记了吧。早干嘛去了，我们一来就该干嘛，是不是？有人可又忘记了吧。那下次记住了吧。看着你发烟的面子上，我再这给你看看他的相片，长得怎么样？长得挺漂亮。83年的，嗯，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类型？想要的。确定？确定。那之前那个视频的你也说想要，现在这个你又说想要。想主要是两个人那谈话性格吧，我比较内向一点吧。那为什么不要小郭了？你小郭我们聊着聊着聊着那个，他们一直没吃饭对吧？你问了十几次他一直都没回答你吃了饭没有。哦，对，嗯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还可以吧。可以。那我明天上广东去找他。嗯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你准备带什么去见他？把衣服发吧。还有呢？还有钱呢？上到。还有在这里。心。一颗诚心。我把妈妈给你。你跟你妈妈说一下，你说我明天要去广东。这里就是小葵家的农村土灶，这是他的厨房。来看看母子俩吃啥。这应该是昨天还是今天剩的是吧？啊，昨天晚上的，这个是今天的吧？啊，那这个菜也是昨天的剩的。好，早上剩的。
就你们两个人就三个菜。嗯，这大过年呢吃的比较简朴啊，来，我来帮你们烧火。乐吧，乐完了你们就边吃饭，明天我就带你儿子远走高飞啊，不找到老婆不回家。饭已经乐得差不多了，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明天我们就带小飞出发广东，要去阿姨这个心愿，加油啊，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一人一份是吧，这是土鸡蛋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阿姨，那我们就走了啊，啊。